阳前的最后一杯。啊，我被抓了，这把正好辅助我们来一把啤酒烟。气运前地，怎么还云顶教父吃鸡无数呢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，全世界都在看着，别松懈。改个房间名，就要开始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上路打起来了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上路要打起来了。来一杯吧。哎呀，走，翻个眼去。全军出击！谢谢姚子杰，姚老板的一个大火箭呐！谢谢谢谢啊、哦，感谢。AD 来埋伏一波，你别帮他狗头人了，他玩狗头人，他打野你还帮他，你帮他他又能咋的？谢谢姚老板的一个大火箭啊，给个波波吧。都时间到了，炒外蹲呗。我大眼粗，泰坦应该是在啊。我又大眼冲击，滑行二了，滚动酒桶。六弹冲击，平 A 套点盐，为啥不放 E？ 哎，这怎么没有啊？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，居然一个技能都没打出来，我天！滚动酒桶，可以，好拔毛，闪现夜瓶哎，喝酒，滚动酒桶，砸酒桶不是偏得一闪，来一杯吧。狼人在这儿呢，我们直接回家。女神之泪，美甲窃魂卷，来个小药。先插个眼儿，又弹冲击砸滚动酒桶，喝酒让他勾你，
别让他勾我，让他勾我，我上不去。滚动酒桶，喝酒，右弹冲击，哇，可以，滑板还配合不错呀。又是一波双杀。刚如果 AD 不帮我们挡，他就被双杀，这就得看自己的了，看他自己，看他想不想要这个双杀。耗点盐，右弹冲击，喝酒，好，滚动酒桶。平 A 喝酒走，我操了！你别往他脸上冲啊！为什么跑人脸上去了呀？闪现也没用啊，闪现也不用，也不知道干啥呢。主意吧，辅助啤酒人的主意。查个眼儿去啊，别着急，我瞅一眼，没人啊。嗖，砸右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哇，漂亮。右弹冲击砸滚动酒桶，给他挡大啊，砸，别往脸上冲。这救不了了啊！狼人有点太幼了。都时间到了。你干啥呢？我啥意思？右弹冲击砸滚动酒桶，炸一下。挺好。闪现翼，滚动酒桶。双杀，喝酒，砸，平 A， 随时可以起飞。你起不起飞我不知道，我们滑板鞋跟我应该是起飞。
滚动酒桶，天拆塔，一上来杀回来，炸一下，啊，天使一个，刀起飞，喝酒，滚动酒桶，走回家了，兄弟。吃口水来，你吃，你蓝应该不太够用。先来个小面具。滑板鞋才出出来动工吗？这十一分钟，装备好差呀！又弹冲击砸滚动酒桶。砸滚动又弹冲击950。哎呦我贵呀，喝酒，又弹冲击砸滚动酒桶，你给我回来，平 A 平 A 喝酒砸滚动酒桶，时光就要开始了，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，来可以打，滚动酒桶砸一下，喝酒，右弹冲击滚动酒桶，耗点盐，喝酒，滚动酒桶，砸，来一杯吧，右弹冲击，完了兄弟，他给我秀了，你给我爆他，起飞了，快跑，狼人追我们来了，快跑，时间到了，跑得太慢了，我才发现我连个鞋都没有，我这怎么跑那么慢呢？我说我这草鞋也不至于跑得这么慢吧，我这啤酒人跑得太慢了，我赶紧来个美甲切魂卷，我这移动速度好低哟，连个草鞋都没有啊，右弹冲击砸滚动酒桶，送客，右弹冲击砸滚动酒桶，喝酒，飞机，快来飞机，英勇投弹手，滚动酒桶留两个，就要开始了，喝酒，右弹冲击砸滚动酒桶，喝酒，右弹冲击砸，他就把那辅助给卖了，没事，扫后边那个，喝酒，茶眼，右弹冲击砸滚动酒桶，瞬间爆炸，喝酒，砸，有大吗？先杀 ADC，
诱弹冲击滚动酒桶。还往回飞。来一杯吧。我们清清野了吧。清波野。化身成为打野酒桶。来一杯吧。要不也没钱呢，十六分钟辅助要想神装还是费点劲哈。回来砸右弹冲击，有不回血。哎呀，怎么来个泰坦，我靠。可以打了，飞机导弹轰炸，还有助攻十八层美甲血魂院，我都没想到能有助攻。那杀一波那吸血鬼有助攻没？大天使我们先给他来上了。回来吧你！来一杯吧。一千八。不行啊，这游戏进行的太快了。狼人咋那么狂呢？我帮你治他。滚动酒桶喝酒，诱弹冲击砸。喝酒，耶呼，耶呼，喝酒，诱弹冲击杀走，滚动酒桶。诱弹出，给我杀了！要人可是真可恶啊！没事，只有给点对面的人头，对面才能出来打。不给对面人头，对面就没办法拖的长，让游戏的时间拖的时间长一点，让游戏的时间拖的长一点点。我们现在差个眼石，差个星界虚石，差一个纳波利训印，差的东西并不多，也就五千来块，杀五十个人，杀十个人，不杀二十个人差不多了。都时间到了。
右弹冲击砸滚动酒桶，右弹冲击滚动酒桶喝酒，漂亮兄弟。好好，就你刚才砸我是吧？哎，我还挺能走。右弹冲击砸滚动酒桶，右弹冲击，右弹冲击滚动酒桶，让他勾我们。哎，右弹冲击滚动酒桶。有蓝吗？死光了。幸好对面能把大龙抢了。真是个笨鱼。右弹冲击，我们家这打野是狗头人他都抢不着那大龙，真笨呢。星界虚词多少钱？3000。就来就来就来来呗吧。右弹冲击砸滚动酒桶，右弹冲击滚动酒桶，嗖，喝酒。右弹冲击砸滚动酒桶，喝酒。滚动右弹冲击砸，喝酒。滚动酒桶上，再上一波了。直接回家，我们头也不回啊，不回，不要回头。我们的无限一啤酒人，要不然就失败了。多狼两波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全死了，就剩我们一个人了。队友有点狼。差不多该把这个卖了，我单吃个二塔没啥问题吧。先把眼儿都给他塔上，回家。把这个卖了，出个眼石，把杀印书卖了，来个纳沃利训印，哎，就无敌了，就可以1v5了。Has been slain.
前又弹冲击，回来，又弹冲击，滚动酒桶炸喝酒，又弹冲击，又弹冲击，又弹冲击。卖了够买不？欢乐时光就要差400，靠！够了吧？够了。哟西，3.9啊，3.9，击飞1秒，3.9秒冷却，缩短3秒，那也就是这个技能0.9秒冷却，但是能晕人家1秒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没办法动啊，不让动。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狼人啊，拿他试试水。我回来，又弹冲击，又弹冲击，又弹冲击，快跑！这人有点多，哎呀，这咋这么多人呢？我靠！人有点多呀，拿了个防御塔。我其实就不应该跑，我就应该一直拱，我觉得兄弟们拯救世界去，走，他们不是打大龙吗？啊，他们不是打大龙吗？给我站那儿！又弹冲击，又弹冲击，又弹冲击，往哪跑？看看哪里来个倒霉蛋儿。又弹冲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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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弹，回来，起飞，又弹冲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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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想动，大胆。连我狗都我狗，又弹冲击，兄弟们，让我爽一波，行不行？咱还是一波了。